細個帶我紅磡觀音廟派俾個觀音啊。好。仲有咧？雙明係你講明。奉獻雙明。我斬斷同呢個觀音嘅契約。我斬斷同呢個觀音嘅契約。觀音嘅邪靈要出嚟。觀音嘅邪靈要出嚟。你唔可以再留喺我身上。佢唔可以再留喺我身上。觀音嘅邪靈要離開我。觀音嘅邪靈要離開我。我入八個四年佛啦。係啊。月車公廟、五大仙嗰啲天后廟、嗰啲奉獻仙館、嗰啲城隍廟、天后廟，我奉嘅心入面斬斷同車公廟嘅關係，邪靈嘅關係，邪靈嘅關係。我奉耶穌嘅名，斬斷奉迎宣管裏邊嘅邪靈嘅關係。我奉耶穌嘅名，斬斷同觀音子所拜嘅偶像嘅關係，邪靈嘅關係。我奉耶穌嘅名，斬斷奉。榕樹頭，油麻地榕樹頭，嗰啲觀音廟啊、神王廟啊、天后廟嘅關係，所有拜嘅偶像嘅關係斷絕。裏邊有咩偶像啊？裏邊有好多，好啲神佛全部斷絕關係。耶穌聖嘅魔鬼屬於耶穌㗎。我係屬於耶穌㗎。魔鬼完全離開我。魔鬼完全離開我。我唔需要懼怕魔鬼。我唔需要懼怕魔鬼。我從魔鬼完全斬斷關係。從魔鬼完全斬斷關係。好，如果我講到邊度咧，即係你應該可以提我嗰啲名嚇，我就講清楚。我吩咐咧，養鬼仔嘅邪靈要出嚟，養鬼仔嘅邪靈吩咐你放出嚟，要出嚟放耶穌嘅靈，放耶穌嘅靈，你嘅生命出唔出嚟？養鬼仔嘅邪靈出嚟，養鬼仔嘅邪靈出嚟。收了圣灵，养鬼这个钱，然后收了圣灵，养鬼这个钱出来。收了圣灵，养鬼这个钱，所有的钱，一鬼这个钱，我再拿出去。拆散，收了圣灵，拆散，出来。圣灵啊，非常猛，非常猛。出来，两百多个钱，走，出去。
養鬼嘅聲出嚟，鬼就喺度，養鬼嘅聲出嚟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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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我從非常無恥嘅聲出嚟走，非常無恥嘅聲出嚟，非常無恥嘅聲出嚟，非常無恥嘅聲出嚟。非常母亲的情绪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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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母亲的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名，慢慢请出来，哈利路亚，慢慢的请出来。是吧？我奉神，神奉神是不是吧？我信奉神。我信那些啊，那些啊，即系嗰啲牧师啊，嗰啲是吧？再听下。太子偶像，太子偶像，困难的。出个出，出个出来。耶稣的圣名，呼我太子偶像，出来。出来！出来！太子偶像出来！太子偶像出来！太子偶像出来！出来呀！哈利路亚！耶稣，圣神，出来！绝对绝对！奉耶稣名要离开我！奉耶稣名要离开我！离开我！地主嘅城，出来！出来！哈利路亚！奉耶稣名大宝宫嘅城，出来！放松啦！大宝宫嘅城，出来！哈利路亚！天后娘娘啊！天后娘娘嘅城啊！走啊！天后娘娘的邪灵走，天后娘娘的邪灵啊，唔可以留喺度，放松，推佢出嚟。关帝嘅邪灵出嚟，又推佢出嚟。关帝嘅邪灵走，哈利路亚。关帝嘅邪灵走，哈利路亚。关帝嘅邪灵。文武庙嘅邪灵。文武庙嘅邪灵出嚟，推佢出嚟。文武嘅邪灵出嚟，放松人啊。红圣爷。红圣爷嘅邪灵要离开，红圣爷嘅邪灵要走啦。红圣爷嘅邪灵要走。红星爷的邪灵要走，养鬼仔的邪灵出嚟，出嚟！养鬼仔的邪灵出嚟，养鬼仔的邪灵出嚟，养鬼仔的邪灵离开，飞毡魔术的邪灵出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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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有嘅邪靈要離開我，所有魔鬼嘅邪靈要離開，魔鬼嘅邪靈出嚟，放喺我眼中，魔鬼嘅邪靈出嚟，魔鬼嘅邪靈離開，你唔可以再嚟呢度，撒旦出嚟，撒旦出嚟，撒旦你要出嚟，放心，耶穌得勝，耶穌得勝，哈利路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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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撒旦嘅權勢出嚟，淨係好似定慾心。OK， 係咁而家當你一信耶穌咧，你一信耶穌咧，奉耶穌名，我奉耶穌名高牧你，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名高牧你，耶穌釋放你，我放心啦，耶穌釋放我，奉耶穌嘅名高牧佢，奉耶穌嘅名高牧佢，奉耶穌嘅名高牧佢，出嚟魔鬼嘅手，奉耶穌嘅名高牧佢，奉耶穌嘅名高牧佢，出嚟魔鬼嘅手，奉耶穌嘅名高牧佢，出嚟魔鬼嘅手。唔使怕嘅，放心人啦。耶稣高牧我，耶稣高牧我，释放我脱离魔鬼嘅手。耶稣救我脱离魔鬼嘅手。耶稣救我脱离魔鬼嘅手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好啊！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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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利出来，出来，哈利路亚，放松，吹出来，不要冲了，咱们也冲啊，哈利路亚，咱们也冲，把这个出来 ，OK， 好，那你可以简单讲下你拜过乜乜乜，我拜过，放松了，放松了，有信心，我拜过，我是不能讲嘅。放松人啦，放松人。奉耶稣嘅名咧，鬼仔咧要走晒，所有嘅鬼仔咧要走晒，走晒。要全部嚟啦，奉耶稣嘅名，一切嘅道啊，道家背后一切嚟，走走晒，完全就走晒。奉耶稣嘅名咧，
辛苦啦，一切道教背后嘅情况咧，安静嘅嚟看，安静嘅嚟看，耶稣嘅名咧，灵魂子，灵魂子背后嘅暗世嘅嚟看。離開耶穌嘅名，靈魂子，靈魂子背後嘅限制，離開奉耶穌嘅名咧，竹林禪院後面嘅黑暗世入邊離開，奉耶穌嘅名咧，金佛合中背後嘅邪靈安靜嘅離開，安靜。咁啊，你可唔可以講你之前嘅情況？見到我哋嘅情況，又跟住後來嘅情況點樣樣，你講一講好唔好？譬如你拜過啲咩偶像，又後來有啲咩情況？咩偶像都拜嘅，本尊神都拜嘅，咁咧就拜到上咗身都唔知嘅，咁咧幾乎係後來我唔拜嗰陣時咧，佢就幾乎要攞我命，屋企都搞到即係好亂啊，搞到我要跳樓，咁每天都要發聲話你信耶，快啲去求耶穌。咁我細妹就拜咗一幅耶穌上喺屋企，跟住我就去求佢咯，求佢就全部平靜翻啦。跟住就漸漸就接近耶穌咯。咁但係咧，我呢幾年都未清曬。咁我嗰日咧好成日跪喺度求耶穌，我想清我身上嗰啲邪靈啊。我撞到一個姊妹同我喺電話祈禱，咁我就即係第二日喺電話同我祈禱啦。我就全身力咁震緊搖，跟住我就睇聖經啦，就夜晚睇聖經，然之後就頭係咁搖啊，揈咁揈。跟住我就好驚，打俾 Mary， 咁 Mary 咧就介紹話阿葉牧師俾我，咁咧今日安排咗今日，但係都唔敢去，遲到咗成個鐘頭掙扎。咁後來咧去到咧就好嚴重咯，即係佢哋幫我釋放啊，同埋驅走曬咧，咁個人咧就跳得好犀利，跳咗幾粒鐘啊，揈咗幾粒鐘，再嚟到呢度咧係有位姊妹又幫我咧即係釋放啦。咁啊，好又係好嚴重咧，即係唔敢講，好似拍戲嗰啲情景咯，咁而家又舒服曬咯，神靈鬆曬咯，咁係耶穌先去驅魔咯，即係佢一路一路安排咯，因為我日日求佢咧幫我驅魔啊。你可唔可以講下，當你一見到我哋面同埋喺電話同你一祈禱嗰時咧，嗰種反應去到咩程度啊？形容出嚟。第一次在前日咧就葉牧師咧就喺電話啦，電話已經我一個人喺屋企，即係同我細妹已經係咁嘔，係咁嘔。好彩我之前冇食嘢嘅，係咁揈啊。咁啊葉牧師就話黐喺附近啦，揸住啲嘢啦，咁啊都揈咗好耐。跟住之後佢安排我今日揈得仲犀利，咁啊直情頭先喺間房仲恐怖啊！比拍戲仲恐怖啊！嗌得好緊要，直情係咁，成係咁跳啊，咁走，跟住控制唔到嘅，幾粒鐘啊！咁成個人都散曬咁，但係之後依家就鬆曬咯。因為纏住我好多年啊，即係不可思議，即係唔可以立亂拜嘢，即係我而家好驚見到嗰啲。你而家內心覺得點啊？而家可以鬆曬，鬆曬啦，同埋覺得。靠主耶穌安全咯，冇喜悦咯。今日爸爸解説嘅時候，我哋今日點解？因為佢一講耶穌咧，我一話耶穌嘅成個人就好強烈反應嘅。但係佢而家可以講到咁樣，係翻唔到工㗎。佢而家日日都要我夜晚先翻工，日頭唔俾我見光㗎。即係嗰啲邪靈啊，邪靈要佢日夜晚先去翻。